课程在开始之前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啊，是刘孝庭院长在2000年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叫《中华经典》。那么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希望大家领略一下，在12年以前，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，为了推广中华文化，为了推广经典教育，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答案。那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唱，好吗？好。Thank you.